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香港天王郭富城去年四月与小他22岁的中国嫩模老婆 Marka 方圆步入礼堂，并于九月喜获一女。一向低调不让 Sound 曝光的他，春节期间竟难得破例晒出爱女照片。原来是天王嫂方圆19日在微博 PO 出一张抱着女儿的自拍照，并且向粉丝拜年，没想到宝贝女儿的手竟居然意外入境，而且还将手放在妈妈傲人的胸前。 Chant 至今约5个月大，不少人惊呼 Chant 又在长大了许多，虽然照片中没有露脸，但他曝光的小手手也成为粉丝热烈讨论的话题，网友纷纷惊呼看到小手了，好想看他的眼睛，陈公主一定很漂亮，小胖手好可爱，同时不忘催促郭富城与方圆快点再生第二胎。方圆抱着女儿粉丝拜年，翻摄自微博郭富城左去年迎娶嫩妻方圆，资料照香港晨报提供。